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怡园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呢，上次我有在万国觉醒里面就买那个兑换卡，然后换到免费的宝石嘛，就有很多观众就反馈我，跟我说我的国家有没有这个兑换卡呢？然后我有没有这个万国觉醒的优惠？所以今天我就要教大家要怎样去查你的国家有没有这个优惠，然后有没有这个兑换卡可以买。你打 Where to buy Google Play Gift Card。如果你们不想那么麻烦的话呢，你们可以直接去点我的影片简介下面，我有放链接，评论区我也会放一个链接给你们去查。总而言之，你们打上去 "Where to buy Google Play Gift Card" 搜索，就是这个 Google Support 这边，你点开进去呢，还有跟你说你去哪里买。可是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呢，你直接拉到下面去 "Buy Google Play Gift Card"，你这边点开，它就会出现很多国家。不同国家的名字，然后现在有优惠跟没有优惠呢？我分别做两个表格出来。现在啊，不是以后啊，就是现在1月2号呢到3月31号的优惠呢，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。马来西亚比较特别是什么？就我点开进去里面呢，它是没有写有万国觉醒的优惠，它这边只是写 PUBG 的优惠。所以它可能有一些东西呢，它是没有写上去。所以你们如果要知道自己的国家到底有没有这个优惠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你们当地的售卖地点，就很像我这边售卖地点是小七嘛，就 Seven Eleven 啊，它的网站就 Seven Eleven Malaysia 那边搜索看有没有这个优惠。不然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这边。至于如果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比方说呢，你拿不到奖励。你进了钱，可是拿不到奖励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联络这个 Google Play Help Gift Card 这个部分，然后你就写啊这边什么问题，全部都可以点这边，或者是你的优惠卡如果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拿的话呢，你可以这边点，全部都可以点开的。总而言之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找这个 Google Play Help 就可以了。好像没有优惠的话呢，它会有其他的奖励优惠啊。这边比方说香港嘛。香港它现在没有万国觉醒优惠，可是还有这个 Law Mobile 的优惠，所以不一定说你要万国觉醒。如果你有玩其他游戏的话，你也可以进去里面检查看哦，你这个游戏有没有优惠，然后它里面有送什么奖励给你们啊，所以你们可以今天确认一下你们的国家到底有没有这个优惠，趁早在3月31号之前快点兑换哈，不然你们过了这个时机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换到好的奖励。至于其他没有的国家，我觉得可能要等多几个月的时间才会有这个优惠吧，所以你们请耐心等待。至于台湾的观众就实在没有办法，台湾的观众呢，你们可能要跟你们的 Play Store 那边反馈一下哦，想要这个 gift card 的促销活动。我记得你们那边好像是用 My Card 了，或者是你们可以跟 My Card 那边申请一下有没有这种兑换啊，有送奖励这些东西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啦，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快点去领取你们的奖励呀。OK，就这样子，今天影片就讨论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